今天和爸爸比赛画水彩，妈妈说今天我和爸爸谁赢，晚饭就给谁夹鸡腿吃。要求是粉丝宝宝评论区支持谁的多谁就赢，决定权力在小粉丝手里哟。这是爸爸画的水彩小风景，支持爸爸的扣一。到我了，到我了，小可爱先别着急打分选择哈，看看我的再打分哈，我的鸡腿呀、拜托拜托啦，爱你哟。如果今天我能吃到鸡腿，我就请我的小粉丝们给大家都分享点可爱漂亮的图片，还有搞笑有趣的图片让大家收藏起来。如果爸爸赢了，爸爸说就把你手机里没有的鸡腿表情图分享给大家。你手机里还有哪些隐藏款好吃的零食和食物吗？分享出来看看大家的有没有一样的吧，比心哟。哎呀呀呀，我的也快画好了，小评委们可以点评打分选择了，替我的小鸡腿谢谢大家啦。对了对了，上期有小可爱出的脑筋急转弯，他说十加十等于几，这个不是二十吗？也不知道我回答的对不对，有没有知道答案的可以跟我说一说，我回答的对吗？爱你哟。